台湾无可能全世界去建立一个世界和平的角色啊，无可能无台湾。所以，只要我希望讲用这个音乐会，要过来带动台湾的共同的奋斗一下。啊，明年将会在你这个选举啊，100%，大家用心创建，算了这个蔡英文过来的地方，这是我相关的希望。啊，我们共同的一点爱的动上来的希望。昆特森啊，已经跟我们说啊，就是很极力邀请这个赖院长要来。那么希望说能够赖院长如果来，他说他赖院长每次担任市长的时候都每年都来，从不缺席。那所以说他也很期待今年能来。那我们也会把这个消息通过不同的管道，包括我们自己的管道传达给赖院长，也希望说他能够出席皇家古厝。那如果赖院长能来，小英总统而来，两个人就不期而遇，自然的相会也不错。可是目前为止的消息面显示，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个有这样的消息，所以说一切都还在酝酿中。